第十四题，以密度为每立方公分 8.9 克的均值铜块，若将其分割成体积比为2:1的两个铜块，则铜块分割后的质量比和密度比分别为何？我们晓得这是一个均值铜块，表示它的密度是均匀的，所以不论如何分割，密度都不会改变，而密度呢会低等于 V 分之 M。那么所以如果我们的密度一样的话呢，我们的体积跟质量呢是成正比，所以我们的体积比如果是2:1，那我们的质量比呢也会是2:1，而我们的密度都一样，所以密度比呢会是1:1。第十四题问我们说，则铜块分割后的质量比和密度比分别为何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 2:1 1:1。